小城市学习义教育中心成立于2011年，除了开办牛津英语拼音、牛津阅读写作课程，中心自家编制的英语课程加以主题形式教学，为学生制造愉快的学习经历，进一步将英语有趣地融入生活当中，建立活用英语的自信和动机。优质导师对教学至为重要，所以我们严选师资，中心所有的导师均具大学程度以上的学历，为学生提供专业及优质的教育服务。每一位专业导师教学认真细心，配合小班教学，令到导师能够全面照顾不同年龄以及不同学习需要的学生，从英语拼音、故事阅读、绘画演讲以至创意写作，从学前至幼稚园再到小学中学，由浅入深逐步深化学生的英语能力。